人正在桃园芦竹的海福宫，有看到我身后这些可爱的打卡墙吗？我刚刚忍不住已经先拍一轮了，超可爱的。既然来到了芦竹海福宫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拜拜啦，五拜五波比，所以呢我请到了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，欢迎里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安里的里长。里长，听说这边的海福宫非常灵验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那我们海福宫哦，坐落于芦竹区滨海里。那滨海里是属于芦竹区最靠近海边的一个里。我们这边早期先人都是以捕鱼为生，渔民要出海之前都会过来参拜一下，保佑出海平安，渔获满载。有一次地理师来到这边，发现石头坐落于很好的浮穴上，当地居民哦就因为这样盖了一间小小土地公庙啊，供大家参拜。哇，那这边应该已经成为民众的信仰中心了。我相信在这些年，土地公已经造福了非常多人。但我好像有听说这边有什么金鸡母的活动。是的，海福宫有金鸡母宝贝活动，我们总干事正在庙里拜拜啊，我们来去问一下总干事，了解更多海福宫的历史。哇，好耶，谢谢里长，谢谢，我马上就去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说来这边拜拜就可以把金鸡母请回家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每逢六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，只要连续3个圣杯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金鸡母直接请回家。哇，连续3个醒杯就可以把有土地公加持过的 Q 版金鸡母请回家，然后放在家里的一些财位啊，或是办公室，就可以财运滚滚。哇，谢谢总干事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。我今天安排的是芦竹一日游，可以有吃有玩，还可以增广见闻，是不是非常棒呢？最后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是防疫新生活嘛，如果说入庙的话，尽量佩戴口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